海师兄，听说你在擂台上输给了柳叶的徒弟，还受了伤，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并不是很介意啊。大师兄，一定是你太轻敌了，不然以你的武功怎么可能输给小田那个家伙。不行，我们要去报仇。站住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带几个人去解决小田。愚蠢！师兄，这个面子我们丢不起啊。你只看见我今天输给了他，但是你知道我赢了多少钱吗？什么？你还赢了钱？拿进来。师兄，师兄，拿过来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钱都是我今天赢回来的，我是故意输给他的。为什么？蠢货，所有人都压我赢，我虽然在台上输了，但是在台下我赢了这么多的真金白银，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大赢家。原来是这样，赢钱虽然是好事，只可惜便宜了小田那个家伙。你看他那个得意的样子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嘿，小田只不过是我们用来赚钱的一个工具而已，你就让他出去疯狂一下嘛。再说了，我们以后还要用他去赚更多的钱啊。大师兄，我不反对你赚钱，但是请你顾及师父和道场的名声，希望你以后不要这么做。师妹放心，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漂漂亮亮的，绝对不会给道长和师父丢脸的。啊，来。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一面倒，全买小田赢，小池一张票都没有。好，你现在就去告诉小田，明天他一定要打输。小田那个家伙性格倔强的像头驴，只怕他会不听安排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师父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不管他听不听我们的安排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师父也插手这件事了？是啊，小田也疯狂的够久了，该够了。是时候让他付出代价了。对，一定要他身败名裂。什么狗屁拳霸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身败名裂，太便宜他了吧？师父是要助小天死啊？他活不过明天。你现在就去告诉他，明天的擂台比武，他一定不能打赢小池。嗨。不行，我不可以打假拳。小田，别激动，你知道现在拳霸的名声已经打出来了，所有人都在压你赢啊。只要你输一场，我们就能赚很大一笔钱。不可能。我可以打擂台，但绝不打假拳。你们利用卑鄙的手段让我帮你们赚钱，我是不会干的。小田，别自命清高了，你打擂台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你放心，这次只要你听从安排，少不了你那一份好处的。就是你们给再多的钱，我也不会干的。早知道你是头倔驴，好好跟你说你不听。别忘记，你的孩子就快要出世了吧？你不希望你的孩子见不到这个世界吧？如果你敢动我媳妇和孩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别意气用事，你还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要你选对了路，你完全可以保护你家人的安全。哼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朱小田是四海武馆柳叶的徒弟，如果我被你们打败了，我不但是丢了自己的脸，还失了师父的名声，这种事我是绝不会干的。
你们就死了这份心吧。爹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快来看，谁来看你了？吴大哥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哦，我正好有事找你商量呢。那个，媳妇儿啊，你去买点菜，我们好好招待吴大哥吃顿饭。啊，行，吴大哥，那你们先聊着。啊，慢点啊。哎，行。什么事儿？他们让我打假拳。让你打假拳？嗯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别和这帮浪人缠在一块儿，他们就像毒蛇一样缠住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逼于无奈的，就这样被陷进去了。事到如今，赶紧想想对策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不会打假拳的。吴大哥，我想求你帮个忙，帮我照顾一下翠翠。过了明天呢，我就带她离开这儿。这样和日本饺子一块儿，他们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劝你啊，现在就走，这拳就别打了。不行，日本人利用我，赚那么多钱，还逼我用卑鄙的手段帮他们骗钱。唉，这口气啊，我咽不下，我不能走。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行不行？吴大哥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一直忍气吞声，做缩头乌龟，这次啊，我绝对不会再忍了，我一定要让全城的老百姓看清他们的真面目。行。我帮你照顾翠翠，但你自己也得小心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哎，来，小心啊。你呢？先在这里住一天，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。吴大哥啊，你告诉我，小田是不是出事儿了？没事儿，怎么能出事儿呢？我知道，你们不告诉我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我清楚小田，只有不好的事情，他才会瞒着我。不是，你就别多问了。小田无论做什么，也都是为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，对吗？我知道，小田是个顾家的男人，他把家里照顾得特别好，但是我怕他遇上坏人，被那些坏人欺负。会的，怎么能有坏人欺负他呢？小田啊，明天就来接你了，以后你们呢就能过上幸福的日子。应战小田，你都安排好了没有？可是这个小田他并不配合打假拳。早就猜到会这样子，这柳叶教出来的徒弟都跟他一个脾性，自命清高，死要面子，怎么会愿意输呢？更别说要他打假拳输了。师父，既然这样，不如我们就按照计划让小田死在擂台上。只要周小田一死，我不相信柳叶缩在武馆里面不出来。松井，你放手去做。嗨。小芝。记住，全力发挥，就让他死在这个擂台上。大师兄，请您放心吧。
好的打，我把全部的家当都压在你身上了，你一定要赢。喝了这碗水，待会儿让日本人好好看看我们中国人的功夫。喝。今晚的比赛就要开始了，今晚对决的是拳霸小田和横田道场的小池。拳脚无眼，比赛者的死伤本擂台概不负责，比赛获胜者可获得大洋30块。放心吧，小田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啊，先把饭吃了，好吧？我担心小田吃不下。那我扶你到床上坐会儿。嗯。来。哎呦！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了？肚子疼。哎呦！哎呦，吴大哥。生了！哎哎哎！我先扶你到床上休息休息啊！来，哎呀，慢点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找人啊。你等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劲儿啊！
兄，恭喜你啊，今天我们赚得盆满钵满啊。哎，我让你准备的酒宴都准备好了吗？当然。大师兄请。妈的，所有的身家都压在一个废物身上，全都输了还圈霸呢，狗屎。就是。哎，不是，你们刚才说拳霸什么？呸，什么狗屁拳霸，害老子赔了个精光。你们的意思是拳霸输了是吧？岂止是输了，是死了，被横天道场的人啊打死了。你咋说的？小田，小田，小田，你怎么了？小田，小田，你怎么了？吴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小田，小田，你不能有事，现在给你生了个儿子，你得跟我回去看儿子去，知道吗？我当爹了。啊，走，跟我走，快。不，你带我去见师傅。好好好，见师傅，见师傅，走。走。我扶你见师傅。心地善良，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。那，你还认我这个徒弟吗？认，当然认，我一直都认你。师父，我要求你，求你件事。说吧，只要师父做得到。翠翠生孩子了，麻烦你帮我照顾他们。我一定帮你照顾好他们。小田儿，我们都会帮你照顾他，不会让他们受欺负。师父爷原谅我。我了。小田儿，小田儿，小田儿，师兄，小田儿，师兄，师兄，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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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，小田儿，小田儿，二师兄，小田儿，二师兄，妈妈终于把你生下来了，爸爸知道一定会特别开心。一会儿见到爸爸呀，让他给你取个好听的名字。嗯，来来来，先喝碗红糖水，是补身子的。
弟妹。小田呢？他没和你一起回来啊？小田，吴大哥，我求求你告诉我，小田现在在哪儿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吴大哥，我求求你告诉我，小田他到底怎么了？小田他死了。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按照您的计划，朱小天已经死了。你做得很好，师父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跟柳叶下战书了？时机还没到，我们还要再忍耐一时。为什么？师父，柳叶这个时候肯定最悲痛，现在下战书，他肯定会应战的。柳叶这个老匹夫自命不凡。我要的不是我给他下战书，我要的是他主动向我挑战。小泽师兄，那个秦大雷已经跟了我们两天了，真是烦人呐！要不我们把这条狗赶走吧？不，正好相反，今天我要给他扔块骨头。啊！有何吩咐啊？没什么吩咐，就是请你喝喝酒。喝。别害怕，酒里没毒。上次让你在朱小田的水里下毒，你做得很好。我们大师兄说要多给你一点赏钱。谢谢啊。这是你应得的。朱小田喝了你送的水，中了剧毒，被我们道场里武功最差的弟子打死在擂台上。哼，这下柳叶的面子丢大了，我们师父和大师兄都很满意，你的功劳不小啊。喝。谢谢。
这个王八蛋害死小田的，我今天杀了你！杀了你！别杀我，不是我干的，是日本人让我干的。日本人让你下毒，你就下毒啊！爷，我今天就让你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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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呀，你杀了我，算什么本事？我不下毒，他们也会找别人下毒的。你有本事去找日本人去啊！好。起来！起来！小天是怎么死的？你给我一字不漏的交代清楚！哎呀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小天死的前一天，我赌博，赌输了钱，松井和小泽找到了我，说要跟我说件事，就给了我一笔钱，我就干了。继续说，继续说。是松井给了我一包毒药，他让我把毒药放在水里，等迷雾开始之前，他让我把毒水端给小田喝。小田喝完毒水，刚一上来就不行了，就被他们给打死了。你们人为什么要杀了小婷？为什么？说。松井让小田打假拳，帮助地下擂台赚钱。小田不听他们的安排，他们就害死了小田。我可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求求你别杀我好汉，我求求你。求求你了，小田儿，小田儿。我查清小田的死因了，怎么回事？小田是被日本人害死的。那些日本人想让小田打假拳为地下擂台赚钱，小田不肯，那些日本人就下毒手。他们让一个赌徒端了一碗毒水给小田喝，小田喝了毒水上当。师傅，小田不是被打死，他是被毒死的。师父，小天死得好惨呐！这帮情报兄极恶的倭寇是他们害了小天。师父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立马带着人去横天道场为小天讨回公道。走！好！好，大雷，这帮日本浪人是一群穷凶极恶的魔鬼，他们在这里祸害中国百姓，为师岂能坐视不管？师父，我要去给小田报仇，那是您的徒弟，我的兄弟。大雷呀，你这样去只会牺牲更多无辜。维护正义，斩妖除魔，是我们习武之人的责任，为师哪能坐视不管？道场的人，他们下手太狠毒，为师已经胸有成竹，绝对不能轻饶他们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这事为师来办了。叫你师父横田出来。哼，我师父是你这种小子想见就能见的吗？你最好叫他出来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小泽，四海武馆的弟子，你师父叫你来是让我猜什么谜语吗？我师父没时间跟你玩，我师父叫我来给你送战书的。你师父向我挑战？没错，
你们这些日本浪人在朝阳城为非作歹太久了，我师父决定亲自教训一下你们。一，为中国的老百姓出口气；二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中华武术。秦大雷，你少在那自命正义，你师父当了这么久的缩头乌龟，现在终于肯露头了啊！要笑你们就笑吧，怕是以后没得笑了。我师父有他做事的宗旨，怎么会是你们这种人会懂的？恒田，这是挑战书，有种就接受吧。师父，我接受他的挑战，这场比武我期待已久了。好，那就一切在擂台上见分晓。告辞。柳叶，你在劫难逃了。见识一下东洋人的功夫。你们的军队漂洋过海侵略我们中国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我今天就是来为我的徒弟报仇，也让千万中国百姓出口恶气。不要逞口舌之快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少废话，来吧。鬼子，放马。中国公子的味道，别高兴得太早，胜负还没定呢。
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。有。枪，师傅，师傅。我师父不是死在擂台上，我是不是死于日本人的黑枪？柳师父，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我蔡彪在此发下毒誓，不杀了横田，誓不为人。柳师父，中国人民会记着你。我们一定会杀了鬼子，为你报仇雪恨。师父，师父，大和株式会社的佐佐木会长已经在东京俱乐部摆下了酒宴，很多军官和贵客都等着您到场呢。师父，你好像不高兴啊。你以为我会高兴吗？我苦练那么多年，自命没几个对手，为了打败柳烨，还特意闭关修炼了几个月，没想到还是打不过他。师父，称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
柳叶死了，现在天下再也找不到您这样的高手了。您是武学之王啊，师父。你不会明白我现在的心情，你给我出去，不要再打扰我。等等，百合香没有回来吗？听说陆正山逃跑了，估计他现在正在忙着。陆正山跑了？是。师父，哎，好消息，师姐已经打听到那帮新四军的下落，现在正和坂田少佐带着皇军去城外围捕了。好，这帮新四军，不管他们多么狡猾，到最后还是栽在我们皇军的手里。嗯，这一次我们皇军倾巢而出，肯定能够将他们全部歼灭。但我们把甜水村四周包围，他们肯定会在这里突围，到时候就让王金彪在这里冲锋打头阵。很好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报告，黄信军到齐了。很好，四谷，嗨，你带皇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包围。嘿，去吧，跟我来。王金彪，有，你带黄信军从北面冲锋。嘿。王队长，今天的任务非常重要，也非常凶险。我知道你是个爱惜生命的人，但是今天你一定要带领皇协军奋勇作战，绝对不能退缩。嗨，我要是看见谁退缩，见一个杀一个。嘿，请百合香小姐放心，我一定带领皇协军往前冲杀，绝不后退。去吧。嘿，要去。哎呦，哎，快走来。白队长，有情况啊！白队长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不是阿成吗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哎，蔡大哥，你认识他？啊，这是那个余德顺的手下，我们刚刚巡逻遇到他，他说有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们，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了。蔡师爷，我是来给你们报信儿的。你要报什么信？快说。你们快走，余德顺已经知道你们在这儿了，他会告诉日本人，日本人就快杀来了，你们快走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跟余德顺做事做了这么多年，我对他忠心耿耿，到头来他对我像狗一样。这一次我知道你们在这儿，本来想拿情报换钱走，又被他们发现了，我被日本人打了一枪，不成了。我想我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中国人，我想死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。相信我。消息可靠吗？相信我。找阿成。找阿成。相信我。找阿成。抬下去吧。是。队长，他可是个汉奸呐，他的话咱能信吗？我觉得阿成说的是真的。你们想，既然阿成能找到这里，这说明啊，余德顺已经知道甜水村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得马上撤。队长，报告队长，队长，怎么了？反右鬼子大队人马正向这里开过来，所有人准备东西，赶紧撤。好，撤。廖青啊，你得争口气，一直往前冲啊！行，那个。队长，你不冲啊！我在后头掩护你，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。对，队长，我想明白了，这个立功的机会还是交给你吧。你年纪大了，再说我哪能跟队长你抢这个机会呢？哦，廖七啊，我不需要这个机会了，我救过宫本司令，已经立了大功了。可你呢，碌碌无为，什么都没干过，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吧。啊，不是，队长，那我什么这个那个那个的，那么多废话，这是命令，站着干什么？走，是。Thank you.
快！不，队长，怎么没人呢？就是，怎么没电饭锅？咱不会找错地方吧？不会。小七，带人给我搜。哎，搜！快点啊，搜！少佐，百合香小姐，这儿没人呢，会不会情报是假的？不可能，新四军肯定是得到情报，先跑了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太君，发现新四军的用品还有衣服，没有枪支，但是看到赵阿成的尸体。赵阿成，他肯定是来通风报信的。我们赶来的速度那么快，他们肯定没跑多远。那。怎么办？这帮新四军应该还在附近，你带人马上去追。嘿，弟兄们，跟我走！哎，走走！是是是。
附近，大家分散去找。是。师傅，怎么了？打听到什么吗？打听到了，那帮新四军实在是太狡猾了，已经闻风而逃，跑到山里去了。师姐和坂田少佐他们赶到的时候，扑了个空。现在他们正在山上大面积搜捕新四军。好，我备车，我要赶过去给他们助阵。他们有两个方向可以逃跑，现在就是不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跑了。不管往哪个方向，我们都要穷追不舍。报告！报告少佐，我们在东边树林发现敌人，已经火拼一场，双方各有死伤，残余新四军跑了，四股中尉正在带人搜索。报告！他们从西边跑了。报告，我们在西边树林遭到敌人埋伏，王队长已经派人出去追击了。什么？白鹤翔，你我分头去追。我带人往东，你带人往西。好，走。找医生给你治疗，还是别管我了，你们先走，我来掩护。不行，不行啊！鬼子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，你们快走吧，走啊！怎么行？你们先走，我去引开他们。快走，走，走！下场。有本事就给我单挑。
宗主人，我今天就让你血债血偿。 也有很多，这应该是猎人捕猎用的，所以才有这么多。太好了，咱们就利用这些捕兽夹，把他们引过来。当心脚底下，往这边走。好，走。哎，队长，也没有新四军的影子，咱们要不要快点追？急，慢慢走。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找新四军，是要保住自己的命，所以你别着急啊。 就是百合香小姐，她问起来，我们也没往后走啊，不算撤退。哎呀，队长，你聪明。队长，肯定是新四军，要不要追啊？那行，我去看看吧。走。走啊！ 队长，队长，要踢你快点！我腿不能动了，可是折了。队长，你拉我一把，队长。我拉你，我他妈就跑不掉了。廖七呀，哎，老大，命要紧啊！兄弟，对不住你了啊！队长，队长，王金彪，你不能好死！ 那儿走，翻过那座山就到虎口镇了。是，队长，咱要到虎口镇就算是安全了。行，去虎口镇跟彪子会合，看他们安不安全。走走走，快！师傅，百合香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新四军闻风先遁，躲在山里面。我知道你在搜山，特意过来帮你的。太好了，谢谢师傅。 有您来，我们就如虎添翼了。别说那么多了，我们去找吧。嗯。四谷中尉，师傅，他们把四谷中尉杀死了。 很久，我看他们都在附近，跑不远的。我们分头去找吧。你去那边，我去那边。嗨，小子，跟我来。小心。 休息一下，找地方躲一躲吧。前面山里有个教堂，我们去那儿。好，走，坚持住。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。快走，快点，来。
有几颗子弹？没子弹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颗手榴弹。师傅，要不要继续看看？嗯。他们一定在里面。里面的人，给我出来！后面突围出去，到火阵找白老大汇合，我来掩护你们。不行，给我，我们不能留下你一个人。少废话，快走，快，快！蔡大哥，大哥，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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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！恒天，老子在这里，来吧。一个还不够我杀的，小泽，你让开！老鬼子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还算来得不晚，还可以亲眼看看最后一面。蔡大哥！蔡大哥！恒天！我。怎么回事？恒天，恒天，你们杀了我的爱徒！Yeah!
大雷！大雷！